傅，这只鸟好漂亮，我好喜欢它。那你就好好给它疗伤吧。你干嘛呢？师傅，师傅，他要飞走了。那就让他去吧。不要，我可以给他喂吃的，喂水，照顾他一辈子。我真的喜欢他，而且放他出去，他要是再受伤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可你给不了他外面精彩的天地呀。快开门吧，不然他会撞伤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哎，一禅啊，你要知道，这世界上有些人就如同这只鸟，注定是属于天空的，我们只是过客，因为他们注定飞得比我们高啊。师父，我懂了。可如果他有一天飞不动了，想找个地方落脚，我还是愿意照顾他一辈子。Oh.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